游戏也没了，对，本几来分我钟了？你往下，2分钟几分了，钟了？本来我学个 W 一级直接拿下的，就因为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个打野，还有我学个一级的，跟个白痴一样。完了，不是。哎，我这个真的啦，每次切出去都会卡死，我操！别在你下你的五子棋了，行不行啊？干嘛呀？把这杀了！哎呀，我的红还被他偷了，我操！那请问你能来救一下我吗？我要怎么跟他对线？剩一下，剩一下，我才一级救不了。你说出这句话，你的心不会痛吗，龙哥？等我16级吧。啊！又等你16级了。你16级，我家都爆了。他被他偷了，有点难受。他知道我掉线了，过来喊我的红，我操！那我奶奶都知道你掉线，你在那里给别人 Q 死，站着不动，就死个把你单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游戏影响公平了啊！知道我掉下来，听到炮火。我们下路直接拿下对方，兄弟们。游戏不是公平竞技吗？谁跟你公平竞技啊？公平竞技。怎么玩啊？本来我一级要拿下他的。坏了坏了坏了！快点来，我不行了。你们这把遇到高手了，我得认真玩了。快，他没下，他现在没一技能，你来机会有机会杀他哦。哦，你不要杀他！别打我了，玩不玩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一条没打你两条命，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呀。哦，啊，没闪没闪，快快快！谁先来谁就拿下这把游戏。快点快点，要被一条命打两条命了，我操！我是这边的人先来，什么意思啊，到底？哎呀，龙哥，这把你真的太过分了。阿比，对，哎。有鼓励 TP 啊！有鼓励，没闪现的，没闪现，他没闪现，我相信你们。我操，真的太烂了，太夸张了。哎，不是这个辅助在干嘛呀？打了半天还不来。别人一杠零杠一，你看你自己。他这波下的全杀了，这鳄鱼也要死，我操！怎么还给鳄鱼送人头啊？玩不玩啊？哎，他这波下的鳄鱼也要死的，一直在中路。不知道在干嘛，坏了呀，崩盘了呀，这把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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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撑个6级抓人去了，现在已经对不了了。这么惨吗？都对不了线了。你的问题啊！你他妈还害我。鳄鱼上去了，鳄鱼上去了。你还害我一级学了个一技能，我一级跟白痴一样。把龙给他偷了。OK， 我走了，兄弟。龙嘛，打他了。随便你怎么玩，我走了。我好像没，我好像没看见。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哥们来了，坚持住。
来，我这没眼，来我这，我这没眼。推线。推线呀！不让你推线，没叫你吃钩呀，哥们。啊，舒服！我操，我没做工啊！舒服，难受。哎，他推线这么一个都死不了。就你要我的上塔是吧？给你了，兄弟，要什么都给你，让我再吃一层，我的人生就满足了。卧槽，舒服，太爽了。别来找我啊，冷静一点，推你的线。哎，龙哥，把那下路做了。可以啊。有闪吗？下路。八不六。旁边没闪，来。让你爱上我。快呀！来了呀。要撤了。上来，他们给我杀他不？我一过来杀他，这装备很脆，一下就。看我的走位，兄弟们。来了，进！不想偷蓝的。哎，这也能水过？装逼！还装逼不？肯定会过来偷懒的，你撸过来的性格，100%不偷这个了。哦，你看我只有43刀，我跟你讲，补刀这种东西都是虚的。但是，一个人就得20刀。鳄鱼没闪没大了。哎，来抓一波这个鳄鱼，他要下来了。这波他来送了，快了快了，龙哥。等一下，我再开羊，我要吃先锋啊！别吃先锋了啊，快点。等我吧，回家了。那我不吃先锋。还要越我，回家开下越我，你俩一直要现在出现在我的身后，这波我击杀他，然后我吃三阵塔，你这把直接拿下。等我，我来了。再上，再上，再上一个，再一个。他没闪着就过来，他必死。你怎么才7级啊？55刀，7级。那你还要我几级啊？我给你变个15级出来有没有？至少得个80吧。看一下。他不会1-2了吧？这波他不会。应该不至于。这个血量给1-2的吗？来。买个布甲。你在玩你妈了，我操！这我有什么办法？他咬我也太痛了吧！你看他这一口，谁顶得住啊？哎，我有 GB， 怎么说？能不能教育他？怎么说个屁！别人有大招，我操！太大的。能不能教育他？怎么说？
你掉一刀是吧？那现在下塔给了吗？我踢下去了。你给了呀？太大了，太大了！你别冲出去啊！跟你说，别冲了，别冲了！我上去跟左一了，不跟你了。太弱了！我他妈还不是你害的，能不能要点脸啊？关我什么事？ 我怎么事？中路被揍了。哎，中路被揍了。哎，哦，我们进，好准，好准。哇，你刚闪瞎他不就死了吗？不想闪瞎。你为什么闪瞎他呢？刚刚。没必要。哎，你闪瞎他不就死了吗？ 我他妈怎么知道死个在这里啊？他是个月的吧？几个月？800块钱。先挂墙上，等他闪现。哎，哇！河马，快跑，河马！妈逼，又干他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哎呀，这是个 bug 呀！快走，要不然也打不了。 1000块钱给我，真的直接拿下了的吧？哎，大少，我们杀新浪，我们杀那个寒冰。哎，不在了。他不飞了。哎哎哎，装逼！不是。快过来啊！你在？这一技能什么地方？啊，过去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他们人呢？有兄弟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 他也秒表的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。太棒了，哥！哎，还行，赚了，赚了。<笑>你说别让我看你的青钢影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青钢影怎么了？没问题啊。你这个一，那什么一样？你这个一又来了，我都不会，都不会一成这个样子。 不是你不能指望我玩的，实际把青钢影能打赢别人，能打赢一个职业选手呀？对呀，这个一真的，我奶奶两万都一了他。这不是被 counter 了懂吗？不是被 counter 是没关系，但是你这个一，我的一怎么了？有关系吗？那我是不是结果是不是把他杀了？嗯。我们用结局来说是，好吧，过程都是不重要的。 哎，这劫是上不掉吗？不是吧，你们这边四打四打不过，那这游戏到底要怎么赢啊？我一个人拖住对面最肥的。哇，查到有没有？一技能。别急，兄弟们，我正在路上。一枪，等我来。一枪，射准一点啊！ 往天上射啊！这人，哎哎哎哎，鳄鱼，他太过分了，必须惩罚他一下。这样玩游戏的，感觉这个青都不用闪的，全杀了，往前面闪就全杀了。来来来，这里有人，太怕了这个青。好玩。别再给他送了呀。 哦，一打三，我操！鳄鱼没闪了，兄弟们，赚了赚了，他闪现很重要的，我们的命不是很重要。三个人换人，换人的换一个闪现，确实挺赞的。真的，下一波他不能让他三个。他没闪的话，他鳄鱼这英雄没闪就我跟你讲，就跟垃圾没有任何区别。确实确实，是的，他下一波不能杀三个了，就到只能杀你。哈哈哈哈哈。
这是个好消息，我们的身位不会死，最多你死。哎，能走吗？我来了，兄弟们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坚持就是力量。我的真实伤害你能躲的？追啊！我的一3秒、3秒、2秒，1秒、1秒有了。你追那边那个啊？你打左边干嘛呀？我们有两个又没伤害。我点了，你呢？我问他。啊，这把你真的要道歉的，我说实话。这把，你摸着点你良心说一下，你是不是要道歉？这把说实话，我不道歉，我感觉你这66刀，最多最多变成96刀，然后你3钻7，最多也是，不是，最少是3钻6。你这把不道歉，我一级就能打得过他，他一级就打不过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级学的一技能太烂了，所以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只要不挂墙边，打不过他呀。就相当于我少了一个技能。还在有梦吗？打吧！妈呀，这个技太装逼了吧！今天晚上我有 TP。哎，我要把他在这里，我有他了。踢了！现在是不是把这里斩了？行不行？装什么？装什么？你的今天。一个人跑不了！啊！谁？追！保 AD， 保中单，保中单，我来了，我有 E。马上好，马上好，我来了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！一个！两个！三个！我操！我也太猛了吧！干嘛？闭嘴！大龙还没刷呀，小龙能不能打？这有踢吗？算了，小龙打不了。哦，谢谢月月的高能预警。快跑啊，龙！别送了。他追不上我的，拿他什么做啊？我打不过他，还跑不过吗？那行，我装备快起来了，龙哥。你有病啊！他只有龙哥，他只有两件套的成长空间了，而我还有3件半。确实。他不来了。他有希望。他这把最多还能上10个人。嗯。杀不了20个人。我觉得也是这样的。啊！把他冲走。他这把应该杀不了30个人对吧？最多杀20几个。看看谁。谁吃了鳄鱼这个人头啊？你吃的啊？不是我吃的，那就左一吃的。AD 吃的 ，AD 的 carry 啊，吃1000块钱的人不 carry， 我真的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要吃这1000块钱，我包谁？但我没吃到。我得放一个能看到鳄鱼动向的眼，时刻观察到它的位置，就这个眼，完美。哦，哥们，哥们，追得过我吗？哎，我来了，小声点，快，哎，能越，来，哎，我这好像有眼，哎，算了，原谅他，他没啥，把红吃回点血，把红吃了，红吃了回点血。哎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大龙可以吗？大龙可不可以？大蛇告诉我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鳄鱼。大龙吗？他进不来。大龙吗？大龙，死哥没闪的死哥。哎，我俩先打完。别装逼了，你们这些人，又不是你们打出来的优势。等一下，你让他下来呗，没事，我去找那个死哥。鳄鱼这进来，我们不是全死了？
还能打吗？还能打吗？好像打不了了，卖了吧，兄弟们。我觉得要撤，你们觉得呢？能跑几个是几个。大了，你头个直飞，死个要开大了，龙哥走好。哦，快跑啊，进！干嘛早点交场？要交场。哎呦！跑一个，跑一个，跑一个吧，别都死了。在干嘛呀，队友？这样子怎么玩呀？说了你们。干啥？哎呀，本来这波直接拿下的，队友太烂了，队友太不稳健了。快跑啊，兄弟！这样跑不掉的。往哪跑啊？别走位了。坏了，龙哥，这波好像有点小亏啊。哦，有个好消息，你想听吗？什么？后面没有闪了，他下波没用了。这也能叫好消息的？我这里只有好消息。这妹子也太穷了吧！哎哎哎！这个在干嘛？这个在干嘛？哎哎哎！他没闪的，哎，你别交闪，他这已经死了的。干嘛？你保护一下你。别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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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时刻告诉自己冷静两个字。扛起来吧，五打四，来吧。等一下，等你们来呀、啊。保 AD 吧 ，AD 挺猛的。他后来，我来，后来，我来，后来，我来后。你绕后有啥用？他们又不过来，他们在这里。这个我现在惹不起了，这个。我这鱼怎么这么肉啊？他装备也太好了吧，他只有半件的成长空间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疯狂进步，他们马上就废一个人了，我去带线，我去带线，你们小心点啊，我去下路了，带塔没闪的，别被泰坦开了就可以。是红，是红，是红，红色，红红红红红红色。啊！来，现在受苦了。走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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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小心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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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干嘛、啊，兄弟们？为什么要过去啊？还好我把线清了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我觉得有人会过来，我再等一会儿。追别人，杰斯一个人追别人，五个人，我操！杰斯会不会来？杰斯，三个人追别人，五个人打，太勇敢了，太膨胀了，队友。还好，一个高地，二个龙，无所谓的。他没闪，他没闪。哎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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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行，赚了。现在进入我的单带环节了。怕啥呀？怕啥呀？干就完事了呗。今天把单带两个字给你们表演到极致。冷静，冷静，我在带线，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。你在干嘛？他没闪。快走！怎么回事啊，兄弟们？怎么冷静啊？哎呦，
说了你们别打嘛，让我带呀。是你要我打呀？谁让你们打了？我不是想打你了，不吗？你怎么来？你跑呀！没关系。我就是想打你了，不吗？没关系，我觉得现在还只是小事情。他们鳄鱼马上就六神，他完全没有进化空间。大哥，你的 Q 技能能不能放准一点啊？这个，哎，我快复活了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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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盾，给盾。太大了。有个好消息，这个鳄鱼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了。确实，他六神了，他废了。他这把已经玩不了了，我觉得他这把已经，他现在验方没有出不了了。然后你还可以进步三件半，挺好的。坏了，这把进入仙人模式失败了。哎，我落后了，兄弟们。别落后了，你杀了吧。这鱼怎么杀？我也挺想杀他的。他那个镜把鳄鱼杀了，感觉他俩玩的，这镜挺肥的。他们怎么死了？没有啊。他们左右 bug 一下。哎，杰斯是没那个的，没飞机的，怎么说？你们怎么说？你杀这鱼啊？哎，我去抓杰斯吧，杰斯打不过我呀。杰斯是个废物，我杀他没用的。杀鳄鱼，杀鳄鱼。啊，这个鱼，无敌。这个鱼死不掉了。没办法。太差了，打不动鳄鱼。有个好消息，应该还有三十秒就可以下一把了。你的六神放等下把再出吧。你这个钱可以攒到下一把。没关系，我还有进步空间，他没有进步空间。我两件半了，我两件半了，兄弟们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再坚持个二十分钟，我应该能出神。怎么废啊？猜啊，有本事再玩一会儿。哎，没意思这种。他知道